记者庄佩仪综合报道，维多利亚的秘密内衣时尚秀除了看维密天使展示的精致内衣外，其中的表演也是相当有看头。今年维密秀即将于上海登场，三位表演嘉宾也确定，分别是哈利斯泰尔、凯蒂佩瑞和马吉尔。小天后泰勒斯向来是维密秀常客，在登台表演几率高，先前就谣传将和旧爱斯泰尔同台。由于斯泰尔现任女友卡米尔罗也是天使之一，新欢旧爱合作会擦出什么火花已让人够期待。不料之后又爆泰勒斯死敌凯蒂佩瑞也加盟，话题性大增，但不知是否担心这样戏剧化的组合会抢走整场秀焦点。圆弧声极高的泰勒斯不在此次演出名单中，泰勒斯又确定不会和前男友哈利斯泰尔同台合作。翻社 Hollywood Life。